过了今天隔离站，然后到了对向车道，然后导致这两边车辆发生了一个拥堵，然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一个人员受伤情况还不明，目前正在核实之中。那么，现在目前的情况，你在路上有没有看到救援的车辆或者是人员？我在这边现场是有一些拖车，还有一些警车是鸣着紧急，刚刚从我旁。